对对对，你穿个咧那阿炮咧，我也很帅啊，哦，很帅哦，很帅，所以时代有那种嘛。OK， 现在不管了，我来介绍这个防滑抓鱼，这个抓鱼手套，它这个只有卖单只的哦，这一只啊，哎，那变善了，哎呀，所以给你超善了，这一只本来不管了，这一只手套啊，只要60块，这是防刮，不管你要抓鱼还是啊。基本上也只有抓鱼的，还是鲨鱼都可以使用。然后它这个多方便啊！像我们一般有救生衣的，因为我现在没有救生衣，我只拿一个 S 腰带来扣，哦，然后再搭配这个。哎呦 ，S 腰带跟黑道工坊哦，一点矮啊，会微。那这个磁吸扣啊，一个只要180块，或者是一般五金行哦都有卖。然后我们就扣在身上。我们重鱼要抓鱼怎么办？用擦手布，两家规矩手拢是湿，哦，我们就直接这个手套直接这样弄进去就可以抓了。哦，超级便利性的东西，这个手套我们现在是右手的，一个只要60块，然后一个磁吸扣只要180块，海钓场的客人非常的适用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常常中大鱼，常常在抓鱼，下钩，然后就喜欢的，好，可以赶快来找到我们，这个是防滑的，没空刀直接来，好，这个一般，它上面也都没有任何刮的，哦，还有喜欢的，不错。60块而已，赶快来找到我。OK。